你醒了。大阵。别担心，已经没事了。你且歇着，既然能这么快醒过来，应该是无碍了。只不过之前消耗过大，得休养几日。我想见霓裳。那我去找他，正好也把你醒来的消息告诉他们，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北洛大人，您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？被魔族弄伤的，不过晴雪大人已经帮我治好了，就是还不太能见光，得遮一下。北洛大人，这回我也杀了一只魔呢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行了吧，你到大人面前炫耀什么？大人可是杀死了一只高阶心魔。这当然不能比，我就说说嘛。不，你很厉害了。这真的吗？走了，不要一直打扰大人。哦，好。韦洛大人再见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正要去离火殿。小伤。你的伤好治，妖力使用过度却是一时半刻恢复不了。就是这种情况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混进了一只高阶心魔。心魔之长不在武力，而是有他们特殊之处。那两名战士正是因为担忧蓝象，心神慌乱，才给了他可趁之机。幸好被你斩杀，也是正巧王剑在手。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的力量恐怕没办法长久支持大阵。如今王剑中的力量消耗得很快，加上一些魔族不明原因的异变，种种情况都不乐观。你想完全觉醒妖力也不是朝夕可救，除非有其他外力加固大阵。说到这个，当初构建阵法的辟邪还在吗？天禄城虽是妖族的一座城池，但是当初替我们建立大阵的却是一个人。人族？嗯，一位在古时候曾经与辟邪共同抗击魔族的前辈。在人界他被称为轩辕皇帝。
假如有什么能够加固大阵的方法，也只会来自皇帝后人。可是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对辟邪而言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人族更是百代千秋，只怕故人渺茫。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离我族最后一次和皇帝的一支血脉相见也已经过去了400多年，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之中就无人再研习阵法之术了。这个事我听玄歌大人提到过，当初好像还互相留下了信物。只要他们血脉不绝，循着那里面的灵力就可以找到另一份信物。把那玩意儿给我，我去人界。接下来就要筹备即位大典，你是新王。这事有护城大阵重要，左右我留在这里也是闲的，再有什么魔族来袭我也没妖力去喂天禄了。皇上，你们各忙各的，我对人界最熟，跑一趟死马当活马医。这也决定得太仓促了吧。活着不就是仓促，哪里由得了你我。就这么定了，准备准备，午后启程。哎，大人，北洛大人，皇上。恩公的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。你是那个光团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我。上回得罪了一个脾气大的辟邪，被塞进那个罐子里，我都以为自己死定了，还好有您出手相救。看你这架势，是在做生意。嘿嘿，我是个商人。您可以把手头的无用之物置换给我，我爱钱，向来童叟无欺。阿龟这次约我去见色洞，累了。当年风鸣大人只身进入古座回廊，
云无月，你之前说会帮我，还作数吗？嗯，我答应过玄哥。我们去人界吧，去找轩辕皇帝的后人，也说不定还能遇上别的什么。玄哥，你可给我找了个大麻烦。主任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这枚回音符你务必要收好，其中留有历代辟邪王的一点妖力，与天禄城大阵乃至整个光明也相连。你在人界以之为桥，就能够联络我们。若是天禄城的情形发生极大的变化，回音符也会有它的反应。我明白了。要不是眼下情势紧张，我该一起去的。我对人界也很熟啊，都怪蓝象的家伙碰了王剑，现在还不就得躺在床上哼哼，害我们折损战力啊。不过有您在自然也是稳妥的。走了，祝您顺利。听说北洛大人得到了玄哥大人的一部分妖力，那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注入王剑的其实是北洛自己的力量。即便没有真正觉醒血脉之力，经年累月下妖力亦会有所积累，只是这一次对抗心魔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他昏迷时我曾略微探查过，玄哥的妖力不知为什么融合得极其缓慢。既然可以支撑王剑，那北洛大人怎么还是没能完全觉醒？或许他下意识地在排斥这件事吧。排斥？北洛的事情玄哥没有跟我说过太多，可他毕竟在人界过了那么多年，对忽然降临的这一切又何来认同？他虽然答应了玄哥，但也许在心里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过客吧。看样子他们说的那个岑家就在这儿了，我去打听打听这是人家的哪里，然后你自己想办法回栖霞，顺便帮我捎封信放在方人馆的门口。不回去，去了主人正好可以甩开我，我要和你一起。人不是有种叫驿站的地方吗？你把信放到那边让他们去送好了。
开封汴绣团扇儿。这扇子的绣工还不如燕姑娘那边的。陈家那个陈青莲啊，当初中了举人，放着好好的前程不要，还退了亲，今年就这几盆，后来就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了。说什么呢？真的假的？会吓人的。管老婆家的话，不是去了外地，不容易见。你信我的，这事可没那么简单。管伯伯家的牡丹花今年就这几盆了，喜欢的别错过哟。妈妈妈妈，真的假的？我要这一盆。管老婆家的花可不容易见。新到奈国，通通通招霞文了。这果甜吗？新鲜又特大的茄子。的糙米，我家闺女这几年连着生了几场大病，我就想着给她采一件水田衣祈福。这衣料是我挨家挨户讨来了，最近摊上生意太忙，实在抽不出空来。这位少侠可想意替我将这包碎布交给城东的燕彩绸姑娘，请她裁制一件水田衣。我女儿的许多衣衫都是托她做的，她知道尺寸。中计，新卷到货了。说这博物学会中人，个个都是很有才学的。
年新的染纹样式已经出来了，挑挑看吧。要不是仰仗许先生，这烟熊染坊早关门了。我要是有姓张的那运气，我也能开一家。是杜大娘托你来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帮忙。东君这孩子又跑哪儿去了？围了这么些人还不开场，这班子真自意。满屏不响，听说这钟秀班的排场可足，一般人都请不动。林先生脾气也怪，说慕天对嗓子不好不唱。唉，林先生怎么还不见人？我已经等不及了呀。班的排场可足，一般人都请不动。林先生脾气也怪，说慕天对嗓子不好。列宫听者都知晓，书中自有颜如玉者，但说这青丘城中东升起势，咱们的染机可是博物学会许可。大的茄子便宜卖了。
晚伯伯家的牡丹花今年就这几盆了，喜欢的别错过哟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管老婆家的花可不容易见。妈妈，有事吗？你说这条头带表哥会不会喜欢？什么时候弄到？路上耽搁一两天也是常事。无郎无郎，我心略知。哎呦，大小姐呀、啊，您行行好，放过小生行不行？有事吗？新到的开封汴绣团扇儿，这扇子的绣工还不如燕姑娘那边的。Thank you.
吧。这地方看着花哨繁华，居然还有乞丐。嗯，行事小心，说不定有事。烟袖染坊的张少爷真是青年才俊，谈吐不凡。张仁和确实一表人才，不过身手真俊俏，侠义榜倒是能给官府省些事儿。小宋啊，抽空一起去城外赏花呗。先生相邀，岂敢不从。有事吗？多谢上下。哎呦，大小姐呀，您行行好，放过小生行不行？新到的开封变袖团扇。